安，我们今天有一个红十字会的来关心我们的和我好亮，关心你们的健康。好、欸，你那个后面的笑脸好亮，安很可爱啊。是在打那几个看这里，你有看到中间吗？打雷的这里。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！安妮呀，我的天哦！这样影响多少钱啊？哦，这个是怎样？我开台都回音了，开台一次，开台一次，不要你开台一次。哇，哦，这个二不欢迎我啊，我连上去都连不上去了。哇，因为被我抢走了。你可以来试。哇，不好意思，我二已经开好了。哇，我觉得四还不错啊，快来。算，重扫一遍，重扫一遍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再扫。这叫做后发先至。气死了，先占据了。都要抢伺服器，我们每次都在抢伺服器，你知道吗？抢伺服器干嘛？有人先开，你就不能开。我每次跟巧克力在同一个伺服器就爆炸。没有，是你爆炸，不是我爆炸。你抢不赢他、啊，真是抢不赢哎、欸，气死我！人家有 VIP 的问题一样哦、啊。我也有好讲，我是有好几次是开到一半，然后突然断掉了。那你是应该是巧妈直接连上来，你就被踢下去了。跟我同一个伺服器哦。VIP 就是不一样，一上去就被挤下去。真的，所以我们这边会亮，真的绿帽团团，团团已经戴绿帽了。对啊，我是小精灵啊，小精灵。哎，我断了，我也断了，太惨了！你打输谁了？小精灵，我连连都还没连上去哦。有人打输谁了？我也是二啊。我也是二啊，是不是？我也是二，不是伺服器问题了啊！太多了啦 ，Kevin 哥，一定是太多了，你们要去别的伺服器了。有人马上撤点回来，撑住啊！撑住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要需要纳吉帮忙。那十秒钟就连回来了，我连回来了。是还蛮稳的、啊。你看这里，这里是玩 8.6 的地方。哎呦，8.6 是什么东西啊？8.6就是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前面那个东西啊，对吧、啊？它不是个东西，黄色斑马。黄色斑马，黄色斑马。我觉得我们先稍待，等大家都 OK。好，太妙啊！就是繁星没有的问题。哎，对，跳不出去二，哎，对，是怎样？我很懂你们的感受。就知道了，觉得我扫了三次还在二，哎，他今天不让我走，哎。哇！赶快走，你哎，拜托你走。又不让我开台，又不让我走。不要！我傻眼。原本觉得没事，刚刚一个大断线就觉得拜托你走，赶快走。我也不想再饿啊，我也想要离开啊。好好玩哦，反馈站边边的那一种，没有话题。所以我们要有人来关怀一下是吗？欢迎你还好吗？加入欢迎。我没话题，我没话题。哇，我也没话题，我没有断线，我没话题。哇塞，嚣张哦！你们就穿得很帅，然后我就带。我去拔一下线好不好？我去拔一下线。我好像也没断线哎。哇哇哇哇！要去拔线，要去拔线了。等一下，那两个拔一下。没有，一拔应该是全部一起断吧？没有什么。马上连回来就行，十秒内自动连线。啊！我傻眼。是啊，四分六还不错。小玉有连到吗？我还在连啊。我们等你连。我一直零啊，我一直上传零啊。太难过了吧？啊，说不定是你个人问题哦。让我跳一下嘛，你这是固定 IP 的问题。我上次也是卡同一个，可是就刷了六七次才逃走。好短，要刷到六七次逃走吗？逃走六七次有点多哎，逃走成功难呢，很难刷哎，逃不开这个网罗哎，我一直在二哎，我你深陷泥沼了，哇塞，走不出来啊，走不出去了，觉得有一点尴尬了，走不出来，我们全部都要断了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走不出去了，我已经刷了十次了吧？哇，怎样啊？今天。安安逃脱 ，Kevin 一封逃脱，换个浏览器看看，换个浏览器，换个浏览器，要你换不要我的天，你可能要换另外一只手机去刷 QR code，
你不要再你不要用 iPhone 的换成那个 Android 的，没有 Android， 你用那个 iPhone X 的、啊、最新的换啊，哪里来一只 iPhone X 让我选？现在中华电信还没关门，应该可以去买。我等你啊，我们等你、啊，立刻换手机。现在八点还在开着，九点多才关门。你都开台去哪？拿那个 Switch， 拿 Switch， 那个是钱已经付了啊，那个不一样、啊。直接用电脑、啊，用视讯镜头去扫你的 QR code， 太猛了！哎呦，我扫到三了，看来我不会离开。哦，看到希望之光了。这个网络，然后不小心把网页关掉了，然后又回到二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太惨、啊？我们又断线一次，哇，辛苦辛苦。可以了吗，小雨？什么？我看看，到底能不能逃开这个网络？哎我回来了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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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乖乖乖乖有用好吗？好了，哎，比乖乖有用，至少没有保存期。嗯，辅导创意，乖乖。今天辅导创意，你们上礼拜没来，已经全新的游玩模式了。哦，超好玩，这个超好。辅导祭司模式，它什么？简单来说就是有国王。国王哦哦，要保护双方的国王，他自己要听仔细哦。因为有可能国王就是你，为什么这么内定呢？作者，等一下，哈记，选呐，哈记，你听我讲，这是祭司，不是国王。我上次连续三次都没当到，所以没事的。祭司可以干嘛？这是祭司，不是国王。可以做什么？他有什么能力吗？那祭司首先呢，就变成是主核心挖掉，没有分数，但是会让祭司很困扰，就是祭司会有凋零、中毒、饥饿效果。哇、嗯、哦！那反过来想要取得分数的话，就是杀死祭司，祭司死掉直接获得1000分。哇哦！祭司变成之前移动的核心啊，那种感觉。会动的。对。然后祭司是不能进入商店的，所以他一定只能在外。那装备呢？他装备他会有自动有装，一开始是黄金装，随着队伍有杀人的话，他的装备就会提升。队伍那就是一个嘴炮型玩家啦，对，靠队友，快做事玩家，快做事好吗？快死啊！他的装备等级到了比较高，就是铁装之后，如果祭司自己杀人的话，他也会降到第五阶段。第五阶段就是杀人铁装啦，他不能杀人，哦，他不能杀人，对，祭司很强，对，就是因为你队伍如果持续杀人，祭司装备就越来越强。那他如果杀一个人，他就会降阶回来，所以祭司就是一个王牌的那种感觉。然后祭司身上会有三个很关键的东西：力量魔石、防御魔石跟道具魔石。力量魔石就是会有力量二的效果，他也可以给队友，队友只要放在身上的那个背包里面都会有效果。抗性魔石就是抗性二。就一样，也是放到包包里就会有效果，所以就看你的祭司要把它放在自己身上还是给别人。然后最后一个是道具魔石，就是像那个之前的那个忘了那叫什么魔法石，就是会让附近的道具失效。对，所以只要有那个在，对方是没办法在你旁边使用回归石的。那这个魔石可以从对方的祭司抢过来吗？可以，但是它就是每隔10分钟会回到祭司身上。就是每600秒，就是祭司会回归，所有东西都回到他身上。然后祭司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就对了，这样。对啊，不会换，好不好？还没有随机祭司模式，没有投，没有选举模式，进攻到一半啊，我变成祭司了，我赶快。不会，没事。那三个效果会重叠吗？他身上一样，每隔10分钟会给他一把魔枪，这是三叉戟。那个三叉戟非常的可怕，就是它射出去之后，就像是那个之前的遗忘，那附近范围会持续受伤，包含敌我双方。持续吗？我直接死了，上次六回的伤害啊，就很快很痛。对，所以射那个枪要小心，不要射太靠近，要射远一点。如果队友很讨厌的话，就射队友。对，他是敌我不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敌我不分，所以不能欺负国王，对不对？对啊。
你可能是自己，知道吗？光可以射到自己的，所以国王自杀的意思就是了吗？自灭。那如果国王摔下去，他会自动传上来，可是就会一样会有像是核心被挖掉的效果，就会凋零啊，哦、各式各样的。对，会一点惩罚。对，就会很惨、哦，很惨很惨。他这次惨度有在提升，好不好？他有、哦、有什么特征可以知道对面谁是祭司吗？啊，祭司的血会比较多 ，Table 会一开始就会知道，然后戴金帽子，对，然后身上装备一开始是金装啊，对，嗯哼，哦 ，OK， 还有一个祭司不能跑，嗯，跑、啊，记得跑不起来啊，没有没有，可以跑可以跑，可以跑了吗？上次因为饿肚子，因为那个被挖掉会有饥饿效果，哦哦，太饿才跑不起来。了解、嗯，因为我们上次玩那个核心一直被挖掉。哦，对啊，冲过来，来哦，那所以就大家加油，祭司中间用飓风，因为有新手就末地成赛就好了。好，末地啦。啊，有一个什么内定祭司请哈记当祭司，那要选吗？哎呦，哎呦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为什么？还不错啊，可以啊，哇哇，刷好多刷好多，为什么？分队之后才可以使用啊、不能马上用对吧？所以要先分队，干嘛？先过来，在看你在做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没事，我们作者是谁？我想先分一下。不可不都打过很多次了，随机分队，国王啦，哈基，哈基，哈基分你了，这是什么、啊？这踩上去了，啊，变成你了，变你耶，自己踩就会自己是哦，内定哦，啊，你要被内定了，你要被这个也没有看到说这样吗？狂喜，哎，那个狂喜啊！大西部一直被躲过哎、欸，对啊，好贵哦、喔！巧克力再来，我帮你。好了，巧克力一直被洗啊！嗯哼，是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什么东西啊？可是 Tab 也没有看到说祭司的血量变多啊。没有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要后之后。哎呦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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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够快！我当过了啦，换一个杰克当了吧？真假的？为什么是我？游戏开始直接来了！我按到了，按到了！哦，杰克，你是这样？不是我！哦，来来，那姐，我们下去。什么东西？是我便利商店。我们在楼下。哦、你干嘛？你就是一个。先冷静，队友回去放倒。我一直都很冷静。啊。你进去里面给铁，把铁存到那个啊，我这边有铁。嗯。把铁存到哪里？你点箱子。那个赶快，你们先放那个哦，牛排岛。左下角有一个把树，不是这边这个，这是单独的。没有，这里繁星，你们两个看谁赶快先放。好 ，OK。牛排。我再跟他们讲一下，东东。Shift 就是把它拿出来。哦，有。你身上的铁就会全部不见了。有。我有个想法，被存进去了，让我做一下。没事。啊，哎，你们赶快啊！你们买一个牛排岛，拜托，买了吗？我刚买的要。快，等吧，你快点。我要怎么出这里啊？商店。中间有个压力板可以出去。这边。怎么是小鸡的声音啊？在看你们，你们有什么就先盖吧。我想说，再盖一个那个。你就买牛排岛而已。不是，赶快！我是绿宝石神殿，因为我有个想法，让我试试看。重点是赶快买岛。没关系，我们一定会赢。买岛，我买了。你没有买，赶快带。你要多买点，过去吗？直走，直走就好。你是路的话就往前，你，你都只买一个啊？你又只买一个，中间还没。好，你 Q 你，我就买两个，不够啊。哎呦，我买十一，绿宝石一开始就可以用，因为它不用提升，它不用提升。那小核心我有，小核心我有。哎，他们还没到。所以你可以去随便买岛就是了吗？现在都可以在中间去跟人家拼搏，去打架。那你可以到中间，中间那边也会有绿宝石可以拿。中间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啊，拿到绿宝石就可以那个买东西。OK， 拿到了。哪里算中间呢、啊？就中间那块咖啡色的。刚刚我给你看过了。哦，你说有风在吹的那一边、啊？哎，对对对对，那就是走到太过去了啊！这场被内定了，不好，我可以假装说自己是那个技师，说头上穿那个金装，对。太快就开始了，他们还没来，你们看又要买一个哦，他们有盖路了。干什么？我被打下去，我没注意到。欸、我在被燃烧，我哇，我飞起来了！你怎么飞起来了？怎么飞起来了？你烧完之后，他会白成，我可能会死掉、哦。来了，下雨过去，下雨过去，下雨过去。等等等，对不起啊，你死掉了。